自强号要开啊，还未上车的旅客，请赶紧上车。红红夕阳虽然好，可惜今黄昏，夜暗风吹着阮，一阵冷酸酸。这快车载阮离开着故乡，踮车内孤单，心头乱纷纷。车的旅客，请唔通袂记你别人的行李哦。伊是公司的建议，你甲放袂记。白色的目屎啊，流落在行程，才通我经过光光的城市。才是来到异乡的都市，啊，月光明，月光明，引起阮想着错乱心。谢谢涂晨阳。好，我们请荒山亮亮哥为我们做讲评。好哇，感觉像是看到三出那个音乐剧啊，哈，舞台剧的感觉。因为今天三位真的是演的都很好，我觉得先讲这个晨阳兄哈，老师好。我干嘛得一套？那两位车长就先加分了，什么？车长先加分，就星爷啊，对吧？他带了这么那个漂亮的车长，车长小姐，咱陈阳兄就用心的哈。啊，个一点就是讲，你这台语咬字吼，哦，足准的，伊咬字足好个啊。啊，所以讲你尤其你个是演员，所以你变成讲这你演啥先啥哈。然后这个整首歌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口气，你整个把这个角色就是诠释的非常好。好，所以刚刚就有气氛的这条歌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子红老师。晨阳今天的表演就是真的很有那个大家搭火车的那个感觉，而且表现得非常稳定，而且唱得很好。其实我都一直想到我跟亮哥那首那个来来 Kiki 也都是在讲搭火车，那个情绪我觉得是非常对，而且晨阳今天表现得非常稳，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阿德老师，请说。我要那个，请台铁哦，要注意一下晨阳的表演，让想要搭乘的那个气氛火起来了，哦，很厉害，谢谢总裁。那你就那个处理一下。好，老师，没问题。好，